哎呀，好开心，太开心了，很开心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啊，我呢，你看，过段时间呢，可能是上个月这样子吧，上个月呢，结婚了，我要搬走了，不在这里了，我跟你讲。你怎么想一出来一出的呀？啊？我什么叫想一出来一出啊？什么叫下个月结婚呀？你要嫁人了啊？嫁给谁呀？嫁给谁？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哦，那个市中心的有2套房的。那肯定啊，嗯，这么突然啊，这么快呀？好啊？突然的呀，这个。才谈了几天呀？哎，我谈了几天啦？你觉得谈了几天呢？我不懂啊，又不是我去谈的，我哪那知你说道？干什么嘞？我不觉得合适就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二婚的话，再婚那么多干什么？有人给我钱花得了呗，这个东西是不是？给你多你彩还礼管别人啊！怎么说嘞？啊，给你多彩礼。哎呦，怎么老是打听我的事啊？肯定人家给的可以比你多啦，这个东西，人家条件比你好，肯定那我给的好多奇嘛。啦。给多少也没多少，也就个十几万吧。哦，你这样子你还值十几万啊？还给你十几万彩礼哟，你这样子是吧？哎，肯定啦，你娶的都是那种倒贴的给你的，不要钱那种货色，知道不？我总能一样吗？啊？嗯，对对对不对，对？是吧？就像你说的，便宜买好货啊，像你这样子的就最好了，好吧？嗯。那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嘛？你是来故意气我的吗？我气你啊？干什么？我是要你祝福我，我下个月我要结婚，我要你祝福我，对不对？祝福算我，然后找到个好人啦。家呢，有人来接替你的位置来照顾我了，要给我钱花了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你也不用说这些话，我知道你没有谈的，你也不会那么快嫁人，是吧？你除了在我这里能待得下去，你去哪里你能待得下啊，对去？对，总以为呢别人离开你了要渴死了，饿死了。不要说那种话了，是吧？你就在这里好好带好儿子就可以了，故意气我干嘛呢？我说我要跟小琴结婚了，然后呢是要举行婚礼了，要干嘛的？你现在你也找一个说什么什么你要结婚什么的啊？有那么巧的事情吗？明明就哎没呦，有。你这个谈了几年了啊？你这个，哎，你这个说结婚结了几次啦？你结成了吗？明明就是没有什么男朋友，哎呦，你结不成还不准别人结啊？明明就是没有这回事，非要说出这个事情来是气跟我我。结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有没有这回事了。那你带他过来，带到我面前来，我帮你是敲一爸下，爸妈妈要给你过目啊？我帮你参考下嘛。不用你参考。我这个人给意见很准的，我跟你说，眼光很毒辣的，我跟你说啊，看人的话不会错到哪里去的。我帮你参考下，是不是对你是不是真的好啊？这种东西，我又不会害你，是吧？我都是一心为你好的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嗯，不用了，什么时候带过来啊？请我吃个饭也行啊，我什么时候去帮你看一下。不用，那不用不用，你老是拒绝我干嘛呢？你是到时候吧？呢是吧？给份子钱就行了。给份子钱这是应该的。嗯，我对。是觉得呢，你没有必要编造一个这样子的谎言来骗我，知道吧？我可没有变，我跟你说。哼，你没有编啊！前段时间还找我复婚，现在的话呢，突然间说是吧要嫁人啊？哎呦，你当谁都在原地等你啊？你谁呀、啊？哦，你一转身，别人都在身后等着你哦，开玩笑。那我不懂你啊，我不知道你这种什么操空作出来的啊。位置呢，总会有人接替，也总会有人替代，知道不？你要明白这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儿戏，你知道没有我也没说啊？是儿戏啊，这个东西是不是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你就是下个月就要嫁人啦？那你什么时候搬出去啊？肯定下个月呀、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月很多事情没搞下个明月白几号呀。结婚呀？下个月呢，我会发那个请帖给你，让你不用去操心。这个月的话，有很多事情你还没忙清楚啊。下个月呢，基本都差不多了，到时候呢，我肯定会搬走，你放心好了啊。我放心是放心，但是的话呢，我还是劝你是吧？有的东西你要为儿子想一下啊。哎呦，儿子不是跟你了吗？跟我啊？了是跟我了对呀，呀，他跟你了呀。你不要气我了，好吧？没必要的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如果你实在有呢，没那我也必没要办气法。你，真的，这东我祝你幸西。福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祝你幸福，祝你开心，祝你快乐啊！祝你呢一辈子是吧？幸福美满。祝你呢百年好合啊！再祝你就是早生贵子，行了吧？嗯，你开心了，你满意开了，心啊！气到我了啊！你还满意了？